Hello， 小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百变玩具屋。本期节目，我们的汪汪队就是我们的狗狗灰灰和我们的狗狗小丽，为我们带来了一款，就是我们的爆裂飞车玩具。现在，让我们的狗狗小丽拆开我们的这一款爆裂飞车。这是一款极速系列爆裂飞车。风暴圣骑，打开我们的这款风暴圣骑，这是我们的说明书。里面有我们的夺金玩法，还有我们的召唤玩法，下面这里还有一个收纳方法。现在我们来帮我们的这一款极速系列爆裂飞车来把它收纳起来。这是我们的爆裂飞车风暴圣骑，它收纳。推动我们的爆裂飞车，瞄准金片，爆裂出击，夺金成功。极速爆裂飞车夺金成功。爆裂飞车出击，这是我们的分属性爆裂飞车风暴圣骑。爆裂飞车夺金，夺金成功。这是我们的爆裂飞车和我们的金片，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一款爆裂飞车蓝十字星，可以召唤我们的这一款粉属性爆裂飞车风暴圣骑，用我们的这一款爆裂飞车晶片召唤我们的粉属性爆裂飞车风暴圣骑，发动必杀技焚神天斩，召唤成功。爆裂飞车召唤成功。这是我们的这一款爆裂飞车玩具，我们一起和我们的汪汪队小丽和我们的灰灰分享了我们的这一款爆裂飞车的夺金玩法和召唤玩法两种玩法，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哦。
拜拜。